夫人同窗之命，你一定要奋力相助啊！Thank you.
国公保密立交。寺内李自陈清，也曾能力到底，死之老许细而不提，是希望子子替下也必先锋，公子陛下平易平德于公，上司官的举子有得陛下最中意，其得之于公，其失之必以翩翩。父恒万有，父平无道，王滔滔，王滔。Thank you.
万岁。不作贼，啥个老毛病？地痛病。痛病。哎呦，我从小就患过地痛病。哎呀呀，早不痛，午不痛，咬紧关头就头痛。哎呦，哦，哎呦，快去快去。去日与我计较，爱岁命生也爱岁。两位姻亲，万岁要密使你等采药，否不准用在。老臣告退了。太傅，请你。Thank you.
送去金牌。
随便二老亲生，恰定动火中，这婚姻大怎么？听病不母不知。好。夫妻曹文华进了国府，就定下聘礼。哎，老爷你不要心急，待老身看过明白，再做道理。老爷们，老爷不曾此去曹文华来访。曹文华来了堂，快快有请。夫人，你这一哭啊，我叫你笑得好不容易了，哈哈哈哈。人七月来是个老永生，见个老妈妈。哦，董乡人永不得客气，快请坐。哎，坐坐坐。那别干啥啊？此次是来老妈也来，老家也要第四名。到今日啊，这是四十年响应礼节，今天得见你同乡客人，真叫老身高兴啊！哦，客人三堂为师太辛苦了，待老身去度几只好菜款待于你。客人，你引我大笑啊！哎，客人你不要介意，老身我夸人夸女，喜欢谁来谁去，由我们尽管讲啊。老妈妈，哎，不是也吧？由我明在肚里，要问出毛病来的，快说说说。老妈妈一上他江，走来咚咚咚，走去咚咚咚，这段功夫实在妙极。老身家当一出落，今人难话，夫人不孝啊！哎，客人，你是妙，不知妙在哪里呀、啊？老妈妈听了。这口真糟，怪不得我家老爷要夸你好徒弟呀。老妈妈，你妈妈讲，我也听你的。啊？原来客人还未看见，两字一儿。好，此次老请客人，请我上上下下喝一口仔细，激动点，礼到两老。万岁定我为头名少女，这见他恩师弟请分一生一杯。哎，罢了罢了，喏喏喏，快去祭过师母。原来他是国老夫人，不要走啊。祭过师母，不用多礼。哎，我的乡里还没有看我呢。啊，是我的乡，哎哎，实在是好啊！好的哪里啊？我的妈的妈妈，你。
业，辛苦少年的事遭，比孙悟空变得万块。四母，你听错了，我方为什么四母接他？一直四母身高体强，随便乱摆，不是东海。丫头。陪辛苦少女梳毛用草，是，请陪我来。恩师师母，一声高抬了。夫人。你我早就说定要找辛苦少女为婿，你为何背弃凌空，此次冷落他呢？老爷，这般少年女婿，老身不招。哎呀，夫人啊，你不记他体貌少气吗？哎，老爷啊。用对大家又是挖苦又嘲笑，方才知我是夫人忙轻松，大家千万好，总之他有才有貌，说的女婿我不找，老爷为官记记在用根养大也是老夫人啊，心儿能够难忘记，好兄弟他家多计较，他有一家中子哟，他人西沟里不家笑。结果有过平莫插足，谁必为朝廷动量之策，可是你母亲啊，为那区区的小子生气了。儿啦，你要自己拿过主意啊。哎，你要自己拿过主意啊。
催北列走起。上爷吩咐下来，每三分下北列走起。曹文华警告玉皇，北列走起必定是他。儿啊，过来。哎呀，曹文华这个人啊，见人说话变化无常，为娘对他很不放心，你可要心中有数啊。母亲放心。孩儿啊，快出个少礼。弟弟去了，作本无心，必忘多分自己。作本无心，皮瓦独身自己啊！急死了，急死了！哈哈，命曹文华执勤到来时，是曹文华执勤到来时。快去恩师，罢了。谢恩师，老夫有一道理。有请两位迎亲一对，请恩赐出礼。作本不信，皮娃独身自己。啊，母已了，母已了，神早与你努力门中相思。呀呀，嘿，这等话题，你这配得对列道亲，我来陪你。你在考取之上文章写得不错，此刻为何对他只能望头致礼？哎呀呀，看他文理怒气，得出毛病来哉！恩师，考取文章之笔，重写一篇。那么好哉，都背朝天地，两对不得人，哎呀，相应。死不从先，是你一个冒充死亡之才。相应，我实在不会做文章，在考卷上的文章，那是我阿伯爹做的。我足足背了三年，才背熟照抄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年年是遭迷了之才，混了出去。提起你恰对了，恩师是这一份写成了牛子与桥。哎呀，老婆你是牛啊！哎呀，大哥啊，你笑去哪里？哎呀，是女的，也是女的。啊，行行行行行。一起来不来有梦想去哪里呀？
略粗略，私吞一番，你们要同去同为啊。
修得不怪也是。启禀董女爷，是一个美貌女子，海风神姿。董女爷，是个美貌女子，不比她，岂是常人无可求？可算是一个美梦啊！Thank you.
成功，正是我的名位。别人不知，姑娘我岂能不知？你说人，相亲之女嫁不于人子。你既知道到相府前进，为要叫造成功模样，来此作甚？我是得来刺破于你，你果然不是母亲所立。送他进。
这美人被赵卫华得罪了。陈兄，哦，原来你也来寻找媒人啊？什么媒人？可惜你来迟了，公子因为结识的媒人站在这里，被赵文华用轿子带走了。少夫人，小弟到当晚一定会把他送回府去了。不，小妹说好在此相等，正为托子回去呢。啊，弟弟。小弟几个想要被兵同来同去，此事把内御蹊跷。小妹虽上张两端，那还了得？是，走，你说出来宽过你们。弟弟，你我分开行走。小姑，小弟，小弟。人啊，女人聪明伶俐，与非三岁孩童，何必如此察觉？宝宝，宝宝，是吗？宝宝，我正找到。查过大街小巷，见不小妹踪影。出来多少时候了？这是半天，半天，来此作甚？公弟，倒是媳妇不好，东篱客见快问弟弟。分开为他谁不急了？哎，女流之辈岂恐轻易出来？老爷啊，大姐知道皇天化日之下，才晓得会发生意外。你马儿言辞无用，怕是不招人要紧啊。嗯，是，外甥娃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夸奖，我想只与曹文华有关。哦。这与曹文华与我相关，反正听不清的一道，小弟被曹文华用轿子带走了。下人，哎，快去把曹文华找来。是，佛爷论女，女孩自述得力，岂为神差而去？只听到男子不用护食之辈，护食身非，岂可下心？是啊。我家女儿你苦尽女道，哎哎，
小三他怎么了？你不要装糊涂，有人说你把他打走了。哎呀呀呀，冤枉啊！这个人啊，为哭为笑，要帮他家吃家业做家事呢。哦，曹文华这儿嘞，有啊，才行。你是抢了我的女儿，轻骗老夫，也在他名虚花老夫父亲。Thank you.
有啊，你可是谁？啊，呀万岁，微臣大功告成，万岁封赏，为何要领罪呀？你功在哪里？请啊，请谢媒凤媒人。这位杨不老，官告四大，此人。
这位阳光之道，恐怕要闹个满门风雨。这便是哦，是好啊！我必为他送美人回去。哎呀呀呀！曹云清，你是到哪里去了？这里空空了，这官爷家在，也就不肯送这个美人。凡事又要美人的作为，谁把相国老怕会个走？哎，太夫来自山上热闹，我儿对他早分分工，谁一怕坏，只怕公怕冷，不公。万岁，你能有个明秀的好，我不能好自己讲。这东郡民好高级，万岁恐怕请他前去报丧，欲要升到轿与你滚坐一次，只能两个老出去，相国老必定阻挡。万岁你可知道个抗旨之贼？我在哪里过不了钢桥子里？万岁，你怎知道升高桥高一丈不成？给我往回把几位死的高公桥门，此次我这就攻不了高桥。好，此计正了。曹雨清，奉你为逃兵警察，刺扫风暴计，前往泽东一贼。令子。许等国事未从，家事未小，
亚生啊，把老夫的银子送到官中。雷公，请你留心，把官中的金额多余告抵大小，挥霍之心。是，二是，一为正回来，直到正事，再用之意不才居。你太直接啊，与小姐这种经历相关的。老爷，早不出桥，迟不出桥，偏偏女儿失踪就出桥，我可脸中必有蹊跷。哎，正春桥并非蹊跷，嗯，是啊。才到为官几十载，从不给予有罪，却只受了夫人海海与我。恩师，必是万圣忠心，此臣恐怕却是曹文华。哦，曹文华，曹文华乃我亲手的爷，莫取嫂子恩礼。他岂为反离父亲，恩家追报？恩师，恩将追报父亲家余呀、啊！是啊，老爷，人心隔肚皮，不可他相信。这种小人，得是没有良心，故出桥的是为多的。老夫曾在深高桥密室逃文王。此人前往他中得失分外，乃是栋梁之才。才华越高，只怕祸害越深。用人不利，逆人不用。恩师在一笔尽心，恐怕万物穷啊！老夫血食心生，自身衰身。老马可能杀毒，何况老夫乃是刀草水夫，死在千里，背人一生，须把忠良怕恨自尽。你父正父君，仆妇之音，分明是心挖妒忌，含恨两仇。纵与女儿两样不可，你三朝月老王成一相。此困中哈，不要紧，我不担待。哎，老爷你啊，得
法有法，武器有大，你问他有害，人有无毒。嚯，只有自家的亲戚，他总归为你老爷好。他的话，你怎么坐下来仔细想想，仔细想想。相爷不仁，老员工果然有不一样啊。果然不一，只要搞差不只搞少。王英好道的奇怪，老奴暗暗测量，这就搞一道纠察。你呸！这家，哎呀，相爷奇怪，搞有一道纠察啊！神高就高，一查不查。谁给高玉一查九查？这鬼祟死后高得了高桥，恩师别人知道真正家宝地，这不知道的话，唯有自裁你大哥。曹文华，曹文华，好一个！曹文华。
心急，还是保重身体要紧。子悠啊，你捧棍进亲，快去老爷相府注意啊。师傅放心，恩师某一某杀讨一讨伐，既遂这么紧急，恩师快将一副大夫的牌发。哦，喜报高桥，回此朝堂，近期老夫与宝桥之计，包进去顶礼下主。恩师，反正哪怕遭到在下不配，再说不迟。好，我要牺牲自讨，还牺牲自卑，写了一个名虚才道，二图成朝。近期在老夫吏部衙门保举一本，放你为御药院令，你是去跨马造镇，号令御药百姓，打杀李文铁渣，阻止高桥，北朝三十里的杀鸡杀杀贼等，宁为清朝。恩师用神水不桥之计，把坏宝桥一击中雕，两山招牌放我。老爷，此言非同一般，你们要多加小心。是啊，师母放心，子女记住了。贤妻随我来。老夫人，老夫人往公公家到。啊，恭喜老夫人，贺喜老夫人。哎，王公公啊，喜中我来。哎，小姐的身世无谋，已经查明。啊，九年之内，为太保要避寒，既一领功采撷一女，与太爷结对之女，请用我把她放到下府门边。此女身上藏玉露五玉杯一扎，与老夫人交予我的一扎，正好凑成一对。哦，罗。哦，古村人上是啊。老奴一向自私，并不顾他。顾他当年在自私也一有作为，先请相爷子将王姑送是王姑。哎，啊，老夫人，抚养王姑十九年，辛苦了，亲儿奉上。王公公啊，女儿已经失踪了。啊，王姑到哪里去了？大街之上七千位就不见了。哎呀！王姑失踪，事关重大，不请相爷大走。哎，王公公啊，下府有气不得，盼着恶鬼。老爷王子去御药吃药，你不杀姑姑，是生涯难保。叫他如去寻找女儿啊，岂有这等事嘞？好，带我去禀报过他。不，王公公不你禀报，请公公代劳，寻找我女儿下落。哦。好，夫人放心，老奴一定十分打造。哦，多谢公公，多谢公公。好酒文照着笔重写一篇，那么好在都被到天地两对不得人，而且相应死不重写，只你一共冒充四万之才。相应我是在某一个文章在考得到的文章，那是我不点出的，我足足背了三年才背上早朝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年你是到弥留之才，滚了出去！提亲，你家谁来？恩师，此次一生写成呀，牛子与强。老婆女婿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
下婚姻事务太轻，母亲，我去警告弟弟。你弟弟呀、啊，见赵文华十分欢喜，他岂肯答应？得为娘慢慢的劝他啊。母亲，哥哥，这是弟弟孝敬你老人家的一点不离。哦，你认弟是谁呀、啊？与子女。哎呀，为何不来投亲呢？哦哦。同去同为啊。Thank you.
用布大块没包几小草草。
你这奴才毫不自理，自古以来哪有文人家送兵十不理，自对开对都是理。奴才啊，于师兄，你信官道人，排事有方，本请察为君子恩，理当报举于民。怎蒙请他陪恩？替丈作弊告桥，送石头沉水过桥，
此次这种早地清查给到何贼，下回我回京之后定要一本三归，各区女儿与力自责。哎，干得好，干得好啊！啊，恩师啊，徐子元乃是栋梁之才，而老夫我啊，都把他立身主计。王公公诈骗金人来挖，几次是杀状元府，总无音信啊！哦，这骗起了。哎，老爷，女儿的身世已经大门，她就是为他之女呢。怎么？哎，王府失踪，是我想给他禀报。老爷，你一定要设法找到女儿啊！这叫老夫到哪里去找啊？向曹兵外要进去。你父正无惧赵文华欺肯成罪。哎呀，你他在浑身上相持一有，为何不去私吞私吞啊？我一人几次私吞，赵文华改掉过人，飞入本地破人。向你夫人，王公公托人送来私信一封。哦，郭老兄，曹文华黄州一杯，十年的四高桥，朱道公、四高桥、赵雷这等口，还在龙应大路一个龙王，他的这里千军之内，千军之配。好一个杀子，我真心高招。亚人，将老夫的头在推上金殿，我要拼得老命灭军出京。哎呀，恩师啊！赵怀生啊，为生心腹之臣，吉祥之子在，你这上帝最分外在，岂能用力？不公！向你夫人王公公驾到。哦，夫人，郭老兄。这就要想搞什么事啊？不理解啊！皇上今日这封喜宫贵妃，这美人又不得赵文华抢进宫去的王府，也可以啊！哎呀，怎么有这等事嘞？王府我骗王府！哎呀呀，轮到的轮到的！我公公，你这个胆子，怎么会有不去禀报过他？龙先去禀报过他，不他的知晓些，是你无话可说。王爷本想追你王上。真王上神秘心窍，不肯相信诈假之言，我再来请郭老兄进宫。郭公公，你随女儿假名登仕，诸多昏君风妃。是来，王公公，把龙宫一杯打起。好，夫人，你我同去禀报过他，只去曹文华。好。Hey,
臣见王府。公公，你这是何意？启禀王府，老奴已经查明，你是怀太的亲生儿，不他是你的兄嫂，万岁乃是你的内人。这里还有龙凤的被回身。君啊，昏君，不亏你对我王姑实在奈何。王姑正中，老奴告辞。送王姑。
曹魏王，曹魏王，你家家我顾三位，喜气眉中不自愧，不自愧。王者居二十里，秦王故四台。